小孩子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讲两句呗。哎呀，有了。嗯。那上个礼拜我也讲过，上个礼拜我就睡着他讲，他搞三把不下来，他来的迟，他来迟了40分钟，你知道？明浩最近应该三把都不下来，但是上个礼拜有，人一定要多两个，多两个扣。 上礼拜我在。36，36，36。那好多人上不了，你把你个人怎么打？你来连续跟上你打两把就OK了嘛。连续三把，就问题是下面还有5、6个人。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你这么，不用讲了嘛，那有些人那么老实人啊，一直上不了场。你总要讲嘛，那就。 你又不讲完，要我上，是不是？我没讲啊，我就是说，我在这边上，你那边就下来，要下来3个，我外面下面那3个人等着吧，他们都没上来嘛，你这个人。 一个人都不下，那你这么惨，你把这招了，那你是现在是一个惨，是不是？你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啥意思？他以后就讲，他就说我怎么下这个马来西亚的艾宾上，是我们是认识3个人，我没叫他。他有大意思，他那个。 老金在上面，他自己就下来了。他不下来，我也不会喊，我只是讲讲。他一下来以后，你说你狗不愿意，我还给他自己说，我说没有责任，我没讲你，我还特意还讲，我自己他妈这么想的，是吧？就要走，哎呦，哎呀，你搞这对谁对谁呢？ 这人他妈太，从来不会接触的。那你人家说大不了，我每天车接车送，明天开始他就人找着我，就先他们走，反正我也没事。他每天送回家，打车接送都是我。
你要坚持他们两个，我就在第三年，也是在第三接了，回去都送回家了。啊，从来一句谢谢没有，一句谢谢没有过。你们现在搬了，刚刚搬到合作。他是姓金啊，这个是姓金啊，他姓什么？他对吧，姓金。他老婆就那个在学校，学校那个联合家队，联合国家队。啊。这就死了那个哥们，他老婆的学生，但是和他没有关系了。啊。你叫谁？啊，其实你知道吗？上报纸的，四三，跟谁有关？就是他老公的学生，但是和他老公没关系。但是那个教练是以前海星的一个教练，个子挺高的，我猜你应该有关系。是什么公的？公的，很高的一个教练。我认，你跟他吵架？哎呀，他就人不客气。好球，谁上来打谁？啊，你得自己拍一个。我来。好，那，说话。谢谢。你们好意思吗？不要跟谁？好意思的意思。还有谁要来？我给你。好。我说待会儿吃饭吧，好像回了。没回啊？嗯。你是新的？哎呦！那我得配合你。小金呢？我是你。
好，没好。
你们录十八分钟啊。打一把休息吧，还有来吧，不然就不干了。像你们连续干，太厉害了。再来。下局再来。我靠，不行了。有点换了，有点换了，不过还是可以。发球，你太快了，我发球。